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现在开始上课，请大家就坐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好，今麦开始上课哈。各位台湾民政府所有同心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咱伫礼拜日的早时，会当同齐伫遮来思考哈。即节的课程是要甲大家来分享，着讲台湾伫400几年来到底发生过啥物代志？咱是毋是去互骗甲拢家己毋知影去啊？有当时咱家己生活伫即块土地内底，可能你会拄着足济足济，你拢毋捌去想过，因为关系着教育的问题、媒体，还是你所看到，敢是真正？我会记咧细汉的时阵，你差不多细汉，差不多囡仔，咱拢会去看到一项代志，就是全部社会风气拢总咧甲你讲着，咱爱做一件真要紧的，就是要反攻大陆，对吧？咱反攻几年？将近要40年，为囡仔开始，啊，就一直甲你讲爱反攻，反攻，对，哦，是。3年的嘿，伊安尼甲你讲3年过啊，但是即个物件看伫咱的头壳底，咱拢毋捌去甲思考，是安怎讲要反讲啊？讲遐久啊，一直我囡仔听到大汉，一直我读到高中的时阵，我真爱国哦，我足爱国的，我去参加学校内底有举办一个三民嘿救国团、三民主义讲习班，我怎啊讲？哦，我为着这个，我要来反共。结果怎啊参加入去了后，伊怎啊开始学生的优待当中有，规休热休寒，假日就是去佚佗，啊，甲大家安尼做伙佚佗，啊，佚佗了开始去各国。全台湾的高中学校去啊，招讲来来，你休寒休热，拢总来参加阮救国团的活动，啊，露营啊，开始活动。但是经过一年过啊，我问老师讲，老师，咱当时开始研究反攻大陆这个讲习班，当时就开始啊。伊讲吼，这伫40年前就开始啊。啊！我讲啊，咱研究40年要反共，啊，到即阵到啥物款？咱当时要反共，伊讲这无可能呢。啊，讲无可能，咱是安那那今仔日招规定学生囡仔来遮咧讲着反共，啊，即个代志煞互咱造成冲突。但是冲突了后，看到足侪冲突，还佫无大劲，我开始去回想着。有一首歌曲，你毋知捌看过，还是捌听过？我为我故乡大个所在开始，互咱大家看起。当我细汉去看到朋友因在厝，因兜门口，敢若一个字，我感觉足妖异。迄个字就是，迄个字就是写一字。咱捌看过门有写字个无？用一个因兜，敢若独独因兜有写迄个字，一字尔。哈、哦，就是写当，好、哦，迄、那个字哈、哦，当然的当，啊，迄字写出来，即字哈，我就看讲，奇怪，同学，恁兜哪有写门哪写即字是要创啥？伊讲，迄毋是当啦，迄叫啥？迄叫做当。哦，啊，当要创啥？
摕物件来卖啦，吼，就是讲，即时咱拢无青分啦，吼，咱看到即时的当中，就知影讲哦，因兜就是咧做这当，啊，伊讲毋是当哦，是当，吼，就是你若摕物件去，啊，就使去甲当，啊，摕物件去就是去甲当，啊，当了后，大项拢会当你，我直接看到一项，咱看到即时了后，你有毋知有啥物感想？第一，伊讲啥物拢会使当，物件拢会使当，金啊啥物货，你只要欠钱，甲物件摕去遐，伊就互你当，啊，就换钱当来。我讲，那用物件去当的当中，咱也佫无感觉讲，这有正常啊，无正常吼？你讲啊，我着破链，互你当，啊，偌济钱，啊，就摕当来。独独，我看到一种足奇怪代志，你敢知啥物会使当？就是流氓政府迄张身份证会使当，迄张若好伊了后会使当偌济钱，2000块。但是查甫袂使哦，爱查甫。啊，我讲奇怪，啊，是安那查甫会使摕查甫身份证，啊，就互当落，啊，就是2000块，而且查甫佫甲你限40岁以下。我讲奇怪，啊，那会使，是安那40岁以下就使当2000块，啊，那40岁以上当无钱。啊，我查甫去当偌济？我问阮同学讲，同学，啊，那我来当，我40岁以下，我才10外岁安尼吼。我讲啊，我同学我会使当偌济？伊讲你无钱。我讲是安那，我当那无钱。伊讲你毋是查某的。我就直接一直开始想，哦，对啦，伊就是。查某若去当落去，啊，着2000块摕当了后，啊，伊就会使你开始一日一日来，这就是咱生活当中之事。第二个想法，你有感觉倒位足奇怪？是安那开当店的当中倒位的人？你捌看过台湾人咧开当店的？拢是对。我就问阮同学讲，同学。啊！恁兜是安那发多遐济钱？啊！我若摕一粒足几百万的钻石来当的时阵，啊！恁的钱要打来？恁那恁兜是拢规工钱拢准备便便，啊！人也随来随予你当。啊！我今仔若找十个查某人负责人10个，啊！恁着爱准备偌济2万块？啊！恁兜敢有遐济？较早钱是拢100块了。吼、哦，你着摕身份证号伊，啊，着两二十张的迄种绿色的100块，就是2000。啊，我若叫10个，还是叫100个来恁兜，敢有法度接收？伊讲不管你叫偌济，我拢有法度。请问伊的钱倒位来？哦，对，吼、哦，就是伊来源有真侪种，当然咱拢毋知，所以伫即个隔壁内底。咱有阁看到一项物件，当店隔壁一定有一间叫做旅社 hotel， 啊，这间名阁好个是足非常，会好，伊叫做啥物旅社，你知影无？当店的隔壁就一间中国强大旅社，吼、哦，中国强就是中国一定强，迄、那个中国强大旅社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首歌。我常常伫因隔壁咧甲听，即首我听足侪解啊，听甲会晓唱，咱来甲欣赏看卖，好无？来，即首歌你听看卖吼。用麦去甲唱吼，啊听用欣赏啊看就好。哦，我无希望恁当然再去唱啊，恁的囡仔听。好、哦，用听就好。啊。
你看伊歌词也好，还是内底咧写物件，你用注意甲看哈，真正甲看伊。好，我们可以结束了哈。对哈，好。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，我想都不会感到陌生了哈，因为发现说这个旅社，中国强大旅社，为什么每次都在放这首歌，而且是从头放到晚，特别有时候。警察到的时候，他们又转得更大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静静的去把它看，终于了解哈、哦，终于了解说，原来这个物件是要做什么。那警察到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开大一点。啊，警察听到这首歌，就知道说啊，这个不能取缔。不能开罚单，里面在做什么你都不能去干涉，因为他有放这首歌。好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个还不要紧，有时候在乡间里面看到他们在做演戏哈，那个平安戏还是人家讲做戏，那个时阵每一次当那些女郎哈。开始要跳很火辣的时候，主持人也讲过，主持人看到一件事情说啊、很不好意思，今天有两只一共两只北桃扣个杯子吧哈啊，所以哈、哦、那些人就出来齐唱中国一定强，你把跨过类似槟榔辣妹啊，然后八位这样子啊齐唱中国一定强，一唱啊足火辣哦。啊、然后唱中国一定强，你台上看的，所以这首歌它的目的是在做什么？掩护非法。你若看到在放这首歌，你就知道这间在做黑的。如果你看到旅社里面在放这首，或者是戏院里面都有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它就是在做非法行业。原来所以我们从这首歌里面你去思考，对这首歌你去听到八百壮士一条心，咱来想这个问题哈，八百壮士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哈啊，四行仓库，黑底兜影在哪里？哦，对，是中国嘛哈，然后还有我们四面都是炮火，谁打的？啊，在台湾，你曾经看过四面都是炮火，好像有，台湾曾经被轰炸，但是那个是谁？是美国，不是日本哦。四面都是豺狼，哦，那个更不是美国，那就是中国国民党。而且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全部都是在中国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过这首歌在我们印象里面。是不是全部在我们头脑里面，从小孩子唱到长大，这首歌为囡仔唱到大汉，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变成什么？一定要去知道，我们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反共。啊，反共到现在几十年过了，我们依然还没有在苏醒，一直觉得。甚至他们的敌人两个都已经讲和了，哦，国民党跟共产党早就变成好朋友啊！啊，咱搁在家内画反共，想说几年前有一个匪谍，真正的匪谍来的哦，两个哦，
陈云林跟一个张明清两个匪谍来到台湾，为什么没有人去检举？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想说，看到墙壁都写什么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这一边就说检举匪谍，人人有责。而且还有一个更吸引的，检举匪谍破案奖金50万。所以这样子一直过去，一直过去，我们百姓第一个丧失的就是没有国家意识。欸，我囡仔时阵看到检举匪谍破案奖金50万，我进入商业头脑，我开始计算。哦，我那抓一个匪谍50万，我父母亲的薪水爱我雇照那50万呢。所以我跟老师讲说，我要来专心抓匪谍的话，抓到现在抓不到一个。好，哦，啊，真正当我找到两个，他说那不可以抓。几年前，我也去控告匪谍来了，去按铃申告哦。啊，结果匪谍可不可以抓？不行。伊讲，迄毋是匪谍啦，迄是来者是客啦。迄警察咧甲我讲咧，讲迄来者是客啦。啊，两个冲突性之后，变成我们台湾这些人到底要往哪一边走，已经都不知道了。而且更严重的，咱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，咱徛伫台湾这块土地，大家就是造成理论上冲突，理论冲突以后，变成我们大家彼此嫌弃，你嫌弃我，我嫌弃你，忘记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是追寻台湾真正的地位。这件很重要哦，我们台湾的真正地位却迷失掉，我们拥有灵位，却没有地位。哦，你看台湾人拢真注重迄个排位哈，哦，人若死去，哦，阮兜我阁听着一个，因兜吼，甲我讲，他们拥有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你知影无？就是康熙皇帝颁证的贞节牌坊，啊，拿来给我看，不是看啦，说他们祖先曾经有康熙皇帝颁定给他阿嬷的那个贞节牌坊，我讲爱被创啥？那个要做什么？那个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过，他们就引以为荣，忘记台湾真正的地位是什么，都忘记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反省的地方。所以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新闻。好，哦，我相信咱底下上课，拢是咧讲着讲，你会不会看新闻？大家看到新闻的媒体都是一直看到它的重点。最近炒最热的新闻，哈，上盖老热的新闻就是 ETC 感染去。ETC 这种东西，很多时候大家在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有的人的焦点，媒体焦点都把你转移到说，哎，后面好像就是把焦点转移到。我们的钱去用 Q 相片，媒体说啊，这间都不好啦，这个演，哦，这间那个扣款 ETC 这间公司，哦，非常的扣钱，哦，啊，你敢 Q 两次，啊，然后一些问题一直产生，一直产生，大家媒体只是报道说我们要全部把那个贴纸给拆掉，高达20万个人统统要给拆拆掉。但是当你在撕这个 ETC 这一张贴纸，你知道它背后隐藏什么？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它却没有报道。什么消息？我曾经听对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，我们那个收费站要撤销，大家都知道收费站要撤销，然后感应的那个照相要增设，以后上高速公路，每一个人不管你远或近，一天只有20公里免费，啊！但是这样下来，以前上高速公路有一个区段不用钱，
但是现在只要你上去就要钱，我们的焦点全部集中在要收钱。不过有一样我们却忽略了，为什么收费站要拆掉？而且我第一次看到政府这么有效率，拆起来两礼拜就总拆了，两个礼拜哦。嘿，较早哦，我们申请一个水沟盖哦，申请差不多一年，还未做好。哦，啊，叫伊把旧的先清除一下，安尼嘛一年拢还未做。但是 ETC 一开放落去，是安那，伊收费站马上就收掉，赶紧拆拆拆，两个礼拜全部拆除完成。我本来百思不解，但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：“哎，我伫高速公路看到一样东西呢。”伊讲什么物件？你在高速公路看到什么？讲我有一天哈、哦、凌晨两点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全部高速公路管制。我讲啊，管制很正常啊。伊讲没有，你不知道我看到什么。他说我看到大卡车载那个直升机，啊，伫高速公路再这样子走。啊，你想那架直升机是什么款的直升机？嘿，阿帕奇直升机。啊，现在台湾会有阿帕奇直升机？哦，对，美军要过来了。但是咱的百姓看到讲，哦，那直升机足水的哦，不错，我们没直升机好好哦。啊，都不会想说啊，为什么要拆掉那个收费站？所以收费站要拆掉是什么原因？为了要让什么直升机也在载的，安尼开过嘛？啊，咱看到注意，我们的钱被多扣了一倍，而忽略了直升机来的时候，奇怪，台湾是安那高速公路载直升机，啊，这架直升机我从来都没看过，啊，故唔是，故是唔是迄种像中华民国迄种的人咧开的哦，很奇怪，伊就是让你不了解。不让你了解说台湾美军要进来了，因为我们一定会有疑问。如果他把媒体整个焦点放在直升机，我告诉你，那台湾马上就很多人就清醒过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为了让你更糊涂，他制造冲突给你。好，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媒体新闻里面，往往我们都用感情用事。最近新闻里面又做到有一个父亲为了让孩子洗热水去港偷牙牙树，啊牙料，我们开始去搬的时候，嘿法官嘛告慰啊检察官说啊不起诉啦，这吼、哦、情有可原啦，为了囡仔吼啊应该原谅他啦，啊嘿屋主嘛讲好了，我们不提告啦。结果我看到有一个事情非常的厌恶，就是。有一个里长非常三八，哎，那是三八跟做三八的哦，那边跳我不爱。为什么？媒体给报道出来说，这个父亲为了孩子能够洗热水去讲搬瓦斯，偷搬瓦斯，哈、哦，讲偷家家属啊，惹来时阵去用抓到，啊，经过一番处理以后，变成。他们做什么？看到有一个非常三八的里长，然后去捐赠钱，啊，捐赠钱哦，你哪讲这么大叠？我感觉你个提来亮相佫无要紧哦，几张尔，六张尔。请问六张、六张佫提出来底下呢，摊给大家看，啊，媒体佫佮特写，展现什么？展现讲这个里长非常有爱心。问题是？我们又忽略了什么？第一个，你敢没感觉讲，那连人民想那痛苦到这种程度，要洗手水要去用饕餮。咱敢知英国社会福利是安怎？英国的社会福利跟咱台湾这种比较下去，你才知影讲，什么叫做国家？英国伊的社会福利。一定出来跟美国都赶快哦，一共全世界所有欧美国家他们定的条例，你那是冬天一到哈、哦，人家社会救济不是社会救济哦，伊是讲人家社会福利的是讲你那失业，第一个伊甲你规定
你一个月爱食几粒卵？要吃多少吐司？多少粮食？要有营养，而且一个月还要带小孩子出去玩，啊，还去看电影。他把这个社会福利都算在里面。你拿失业这些都给你，特别冬天的时候还叫你说你一定要开那个瓦斯来取暖。你拿不亏吼，也给你罚钱啊，他会给你处罚。啊，这些增加燃料的费用谁出？国家。你看咱台湾为着要保暖，都要去讲偷家家属，啊，然后造成检察官讲啊，我们吼、哦、检察官很仁慈，不起诉。请问哪里错了？检察官他失职了。检察官应该爱起诉什么人？地方政府看多几年，爱个抓来判刑嘛？对，买判刑嘛？爱起诉啊！讲哎、欸，奇怪，恁的国家吼、哦、行政疏失，为什么让你的百姓没有办法得到温暖？起诉，那是叫做行政疏失、渎职。但是人家都变成社会新闻哦，好里长有卖相，里长为着选举，还得过去。包一个6000块，这个是买票哦，公斤讲这是买票哦。嘿，啊，佮迄个6000块好伊了后，这唔是要做生，不是在做什么，迄是咧做买票的动作。而且这个6000块咱摕到，还要迄个当事者改哦，感谢感谢。其实要不要感谢？唔免，迄你爱做诶，那是应当的。但是咱的概念的认为讲，然后咱就是这种概念，感觉讲。巴肚枵是咱家己的代志，伊无想讲这是国家爱负责的。原因这里的台湾没有地位，台湾到底是虾米人咧管？中华民国来管敢无正常？好、哦，这就是咱一步一步爱去思考。所以从这里，我们也要去看到许多事情。独独有一次，你看到台湾。发生这些事情以后，会来、哦、后来，你会觉得前些日子嘛，看到足济人一结婚的时候，要去叫迄个马英九给证婚兼祝福。我看见伫网络给留言说你莫叫伊去。哦，迄你吼，伊甲你讲，我祝福你们吼、哦、永浴爱河。我讲惨啊，迄无才，迄本来永浴爱河，结果经过一位马先生讲出来吼。哦那明仔就离婚啊！那猫还有够衰，那猫差别，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发现台湾人为什么都会被这些整个大众媒体，咱爱该看新闻，爱较注意的。他如果给你报道这件事情背后，一定有隐藏一件事，不让你知道。但是你若该注意一下，你就会发现他隐藏这件事情才是关键。所以呢。咱看到这些里面，台湾是咪拢困个脚脚吼，睡着了是为了休息，走更远的路。但是咱这睡着吼是困去，啊，就开始一直困到明仔载，反正拢卖爬起来，嘿，困个麻痹。啊，到底咱的教育是要创啥？而且独过一点，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，咱敢那是一直要去争取分数。跟他讲，囡仔甲囡仔比较，你的囡仔考几分，考几分是用分数来取代讲你的孩子的成就。所以你若问咱即卖小朋友讲，你的读册是为着要做啥物？为着要光耀门楣？请问光因兜光耀门楣，甲咱有关系？无关系哦。因兜金榜题名，跟我们社会大众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好、哦，接下来。咱看到台湾这首民谣非常喜爱哈，我非常喜爱这一首台湾民谣，它的名字叫做《不要唔通嫌台湾》。你看伫台湾内底，咱要去甲改变的时阵，咱拢看到人甲人之间就是用气嫌的。啊，你做了安怎？你做了安怎？咱这政府够厉害呢，流亡政府有够厉害，从社会冲突，佮冲突甲倒去。让你们家庭也冲突。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很多家庭、哦、
拢冲突在哪里？蓝绿，爸爸支持绿色，妈妈支持哈、哦、蓝色，啊，两个底下每次都跟囡仔讲，来你爱娃娃这边啊，造成囡仔嘛冲突，父母嘛冲突，迄冲突较足严重诶呢。迄冲突甲讲，我看过一对夫妇吼、哦，因为蓝绿的问题，迄个困诶时阵吼，迄被啊歪搞，甲囥诶面层诶正中，讲咱为啥吼蓝色这边，黑绿色这边，啊，将困一边，未使超过，为大冲突甲小冲突，造成咱变作，安尼是要创啥？咱看到这首。咱唔通嫌台湾，好，你会当注意看伊个歌词内底，伊写个是非常的水哈。咱唔通嫌台湾，这里两千年的时阵捌唱过哈。咱这首歌，唔知有当带来予你作者感想无哈？嫌，气嫌，就是代表你徛伫这块土地，你唔捌去甲听受过。你敢用嫌，包括我在内，伫咱咧读册当中，我常常拢会想讲，哦，咱台湾那只路。哦，咱台湾哪只行诶？敢若想讲要来去移民，想尽办法要去外国看讲，哦，人去外国是安怎安怎安怎？嘿，啊，咱台湾敢安怎安怎？遮歹遮歹遮歹。但是
你若无甲下感情落去，你安那看着作歹？直到落尾，有一个日本人来到台湾，我用台语甲华语哈两个穿插了哈，因为这样才听得有些人听不懂台语。咱看到这个情形，看到这种情形哈，日本人来到台湾，他看到跟我讲第一件事情，我非常惊讶。他说：“好不容易，你知道全世界有60亿人口，我赢了多少人吗？”一共我赢了至少将近59亿8000万。一共你赢在哪里？日本人就讲了一句说：“我站在地球表面超过3000公尺，就是台湾的塔塔架。”他站在那边看下去的时候，一滴下流泪，一共哦，好难得，我已经赢了。全世界哈，至少59亿8000人，无人敢哈，无人来比赛嘛？你曾经站过地球表面超过3000公尺的举手，没有几个呢。但是我们在台湾，我们这里车子一开就到了啊，这个不用爬，这车子就来了。日本朋友说，他们富士山2800公尺，只能爬到1400多就上不去了。台湾竟然这么好，可以爬到这么高，而且全世界高山里面，台湾的玉山排行第几位？第三位高度哦，喜马拉雅山第一啊，但是亚洲是第二。全世界人拢知影，唔知影台湾，但是拢知影台湾有玉山伫倒位。嘛，足侪美国的朋友甲我问讲，你住在哪里？我讲台湾啊，伊讲台湾是哪里？不知道，福尔摩沙，他说，福尔摩沙很多呢，你讲的是哪一个？我说在亚洲，伊拢讲是不是中国？我说不是。问到最后，他不耐烦的问我一句话说：“你们那边离玉山到底多远？”我的国家就是在那个地方。那就是这种感情上，咱已经袂记台湾是啥物，拢一直用气嫌，甲伊嫌弃了后。好的物件拢变作歹的，这确实的啊！但是你若甲用欢乐的、用赞美的，我相信足侪代志会改变。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吼，阮隔壁有一个迄妈妈咧教囝拢安那教呢，教孩子哦，迄大概每天伊就拿一支叉吼棍子啊，就底下啪，背不起来，这么笨，啊，大家就甲讲呢。连这也不要念哦，遐戆，一直个怕。啊，然后就一直骂他儿子说：“你怎么都这么都不会，一直个戆。”哦，连那个字母拼音，哦，给你教一百遍啊，你也未晓，教个一百遍应该无啦吼。但是他都这样子嫌弃，到最后，你刚才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伊去买一只九官鸟。啊，买回来时候吼，吊起来啊，我逐工都搁听到因囝来去上学了后，伊逐工就伫遐，你好，老早甲教这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吼，跟他教了大概将近1000遍以上，逐工的哦，每天，这只九官鸟好不容易吼，会讲了这两句话，爱得甲赶出来到街。好、哦，那个邻居啊，就开始讲电脑。哦，你知我只鸟偌巧，你知无？啊，伊只鸟就讲来，你讲两句啊。啊，伊只小鸟就会，你好，高赞。哦，那个主人就甲鼓掌，你看有巧无？有巧无？安尼讲电呢？我甲伊讲一句讲，恁囝安尼教，恁囝嘛足厉害的哦。伊教恁囝是安尼不耐烦，啊，教鸟我讲遐耐心啦。好、哦，嘿，教囡，教他儿子咧写字的时候，就是棍子这样打，这样攻啊！但是教那只鸟，竟然这么有耐心，可以教到他会讲这两句话，啊，就学落去足够诶。请问囡仔较简单啦，是迄只鸟啊？当然是囡仔较简单。所以台湾有足侪当中，将价值的东西变成垃圾在用，
他不懂得说应该用什么方式去教育他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错误的地方。所以常常你看他说小孩一直用嫌弃，一直把他气嫌，当然孩子也会反弹，他也感觉说、哦、那教我是怎样，怎样这样你、哦、奇怪，我妈妈在教教就有耐心、啊、教我就这样非常的不耐烦啊。但是吼、哦，你知影动物迄发生迄有诶，就是正常诶嘛，对不？哦，有诶动物佫真好，很会搞怪啊。阮小时候吼、哦，迄学校饲诶孔雀啊，你敢知影孔雀的叫声是安怎？很悲哀。安尼哦，伊是足幸灾乐祸。我感觉吼、哦，阮一届同学吼、哦，嘛真哦，伊诶叫声很悲哀。哦，是。我一届同学，我甲同学吼拿扫帚啊，伫遐咧打仗吼，啊讲来讲去，结果扫帚头断去，啊怎赶快去摕去藏起来，把它拿去藏起来。结果阮学校迄两只孔雀吼，看到老师来，阮怎赶紧藏起来。啊，老师伫底下刚讲话当中，你知影孔雀讲啥话无？啊，底下啊好，吼、哦，那像讲断去，伊底下咧甲咱恐吓呢，所以吼、哦。这是题外话，但是咱看到讲，是安怎咱对着动物，咱就较有耐心。有当时啊，看到有真侪人，有很多人在抱着他的宠物，安尼去看电影，做什么时候，他的孩子把他放在旁边。哦，真正看得会足伤心，讲你的孩子可能都没有这样抱过，啊，那你抱着那只狗吼。迄个精神啊，吼，滚滚都无一点，啊，你都感冒个遐好，啊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导致台湾被这种中国教育的价值观越来越偏差。咱来看外国的价值观是怎么样。我以下用几个故事来跟咱分享说，说台湾要改变是有可能，因为从国外里面有很多。他们的环境比我们更恶劣，但是我们都可以改变，他们都改变得比我们更好。第一个，以色列他在建国的时候，你知道以色列他本身是犹太人，犹太人前身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灭国，灭国以后他整个国家都没去哦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不见而已哦。我们来看有一个名单你就知道，这个名单叫做辛德勒名单。当初希特勒他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，是看到人就砍，看到人就杀，杀到最后好像眼睁睁看着犹太人全部被灭尽了。不过当中有一个人辛德勒，他用尽他所有的财产一直把他买回来，他用他的钱一直买回来，一直买回来，开所有的钱都买回来。我们这些影片以前是禁片不可以看，但是现在我找到之后，我把片段我们来一起欣赏看看辛德勒名单。你注意他的对话，你也觉得他很感动。